些很多颜色，然后很多 pattern 的，甚至有这种就是比较骚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骚的，我们等一下来选一个比较骚的，是不是？就是我姐一定会挑这个，所以那就是你一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 royal。好，如果是属于比较喜欢高调的风格的话，我觉得像是这个豹纹的，而且还是紫色的，对不对？除了可以显示这种优雅浪漫之外，还有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穿的是 royal 的鞋。那比如说呢，如果一些比较少女心的女孩可以穿这样子，比如说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就是有点那个花样的感觉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是那种手画的彩绘感觉的。对，那如果说像是我们这个颜爵这样子，平常喜欢这种极简风的，